汽车世界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福特利友汽车已经开始已经举办了六年的安全节能驾驶体验营。那这六年中已经有四千的朋友一起参与这个活动，来增加汽车安全的整个知识。那怎么样能够安全驾驶？怎么样能够开车更省油？那今年我们特别安排了学生首驾组的安全体验营的活动，那北中南有一共有八场，请各位同学能够参加。那我们特别拍了微影片，让各位同学、各位听观众能够了解整个安全驾驶的一个活动，那也大家能够热情参与，谢谢。风景比较好看啊？不是啦，是看风景，不是要捡钻石啦。你真是的。喂，你不知道开车不能讲电话吗？ Fiesta 有最新的 Sync， 透过蓝牙不用拿手机就可以讲电话了，这个连我都知道了。难道是第一次开这台车吗？是啊，第一次就献给你了。伦敦啊，就是不应该要素。学长，你这样子很不安全耶。来，我让我来帮你。学妹，好贴心啊！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应该。学长。可以借我笔记吗？拿去。我说学长是不是没读过书啊？连个安全带不绑，下次写整齐点，好，上红色，以后白人红色。性能
那听妈妈的话，开车要慢慢开嘛，要不然既不环保又不省油，而且又很危险。你们男生都喜欢飙车，以为飙车很帅，其实根本不 man。邪妹，不要再写笔记了啦！你要不要出？你有事吗？先问我要不要出，是当我是猪是不是？来，等一下，我再出就算了，为什么你也在出？好的，我。我怎么也在出？你有没有怎么样啊？我家只有我一个男孙呢、欸，怎么办啊？好了，交换换我来开啦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脚抽筋哦，这样子小小挺挺的，很耗油哎！你还说我不环保，先生。要不是因为今天你受伤，老娘不会知道我今天要开车吗？不要这样子啦，我已经受伤了，你不要让我伤得更严重啦！让你直接变成资源回收。阿喜学妹，你要看路啊！哎，你醒醒啊！阿喜学妹，你还蛮厉害的哎！我一边开车还可以一边化妆哦。其实我喜欢你，非常喜欢你。你想知道答案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好轮卡。行车安全椅。走嘛，一起上课。他们有收金的服务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喜。我们刚刚做的全部都是不良示范哦，大家千万不要学我们，而且也要注意行车时候的安全。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知道却做不到，或者你觉得我们刚刚在演的根本就是在演你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福特汽车举办了 DSFL 安全节能驾驶体验营，将于3月8号起在成大、还有北科大等等的大学呢，举办为了大学生手驾组所设计的一系列课程，让大家第一次开车就上手，快来参加吧！